已经过身的导演齐柏林的纪录片《看见台湾》，今年算作是十周年了。啊，主角这齐柏林在生前曾登记记录台湾一挂空隙的影像，要来进行转台湾的巡回展览，来了解。十年前，看见台湾曾经带给我们台湾很多的民众很深刻的感动，大家从来没有注意到。从当你把高度升高以后，你看到台湾多少的美。其实我们强调说，这个摄影巡回展览会先在台北来展出，九月中旬刷去高雄，十一月底在这个台中进行，希望透过北中南的巡回展览，让更多民众参与，有能看到台湾的水、台湾的好，也重视爱护咱所生长的土地和环境。